您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的、啊？是那个要音乐。哦，要音乐的 ，OK OK， 我记得了，我记得了。你是通过哪个渠道参加这个活动的？唱吧软件。哦，唱吧 ，OK。我们学校发的那个通告。哦，你是西南交通大学的。我是西南交大的。哎，你好，你好。因为峨眉山上呢比较清静，所以大家晚上就不能去蹦迪了。那个位置空着。好，这个巨星，它要成为一个巨星，它必须有能量，这能量能够辐射到很多人，而且流传很远很久。为什么穿红色鞋？这鞋有钉儿啊，对，上面有，比较潮。上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每一日我都很喜欢。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Take me to the light， 我想要温存的是。从开始总会计较旁人的碎语闲言，那我会在有脑海里的想法为你缠绵。
不能玩手机。来，你坐下，过来，过来，坐过。因为他板板说话。你们一会儿得进锅里了啊！咋进了？进了，藏进去了。这是抬我们吗？自己。当你拥有你的头声 ，head voice， 拥有你的胸声 ，chest voice， 那你把你的一起出来的时候，你将拥有一个 mix voice。后面是个直线，前面是嘴巴，对不对？你不要把声音放到这儿。当他 A 的时候，你 A 它上面有个这个把声音往下转，那不是一句话，就唱一个字，对不对？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官方和标准的名字啊，非常官方，但是我们在行。十分钟练习到好，练中指和无名指，同样的道理，然后渐渐的把两个手分开。首先，扫弦一定是这大关节带动小关节。Just sing the song. You really have to be one with it and be part of it and make people feel that it's part of you. Then you got two. Yeah, I know. 其实不要去想自己有极限，每个人没有极限，只有你自己约束你自己。